南韩综艺界的年末盛典之一，2023 MBC 演艺大赏29日在首尔盛大登场。今年找来鲜肉男神 DEX 金正印搭配李世荣全身帽担任主持。MBC 招牌节目《我独自生活》全智干预视角玩什么好呢？等主持班底接连踏上红毯，其中朴娜来的孔雀开屏妆真的已经太吸睛。除了综艺人们，这些 idol 也都来啦。谁又是你们心目中的最帅最美呢？